一提到这个知识产权，我们第一时间想起的一般是专利。那么放大一点呢，书籍、音乐，甚至包括印刷电路板，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面相当的广。但是在中国呢，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问题。除了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政府发言人的一些诡辩，那么大致能够想起的应该就是马云的这种说法。世界著名的一些正品，它和所谓的山寨货都是出于一个厂家。那么他想强调的就是生产的这个质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有没有正经的商标而已。这种思想在国人印象中相当的浓烈。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央视七套的一个节目，他说呢，采访了一个先进的农业加工企业，他们用果子狸生产出所谓的猫屎咖啡。虽然这种咖啡品牌相当的贵，麝香猫在中国也确实不容易存活，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他都能这样公然的造假。据说这家企业的销售还不错，产品供不应求。那么前段时间我也听到过一个介绍，说是青海的黄鱼，他在冒充三文鱼在全国销售。你说这东西侵犯了知识产权吗？你怎么跟他定性呢？最近热炒的这个我不是药神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全民在宣泄着一种藐视知识产权的这么一种观念，谁挑起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从根子上倒，中国文化中历来如此。古人画的一些优美的书法或者是画作，后人都在临摹，都在仿制，甚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产业，全世界大多数拍卖行都没有做过中国同行这么幸福的一种惯例，就是经过拍卖的一些字画古玩，即便你买到了赝品，损失的也是你自己。那么西方的拍卖行一般把这种事件视同为一种丑闻，他们会赔偿用户的损失，经过一些快速的公关，巨额的赔偿，试图来挽回拍卖行的信誉。在中国，这都不需要，因为现代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几乎很少，或者说对他们有利的，他们需要接轨。对他们稍微有一点不利的，他们就放弃了，所以这是中国自有国情在。现在保护这个国际知识产权的公约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才签署的，专利法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了200年，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个东西，
因为现实中国他就不重视知识产权，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保护专利。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发明都是发明者辛辛苦苦的创造，他们付出了精力，付出了金钱，甚至有的人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你无论他怎么样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璀璨的文明，但总是有一些人想不劳而获。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解说，其实从来就没有尊重专利的发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无从谈起。中国古代呢，其实有一些思想还算是比较推崇对这种创举，或者对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去歌咏它，他去赞颂它，对人们一些善意的举动也去刻意的宣扬甚至保护，那么由此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甚至效仿，来拉动一下社会风气。这种情况呢，我们以前看到过的是像《吕氏春秋》里面就写过这一段，他写这个子路受流和子贡赎人的故事。子贡呢赎回来本国战败的一些士兵，拒绝了国君的封赏，孔子就批评他这种行为。那么子路救了人，乡民送给他一头牛，他就坦然受之。其实呢，这都是在保护，在弘扬正义的行为。2000多年过去了，这些故事还在流传，但是中国社会中为什么不太鼓励个人或者某一些创新的团队去做一些发明，那么全社会却鼓励这种行为，以致养成一个人人愿意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去花一点精力去做一些发明创造。这个风气为什么始终养不起来呢？我们知道现代国家，尤其是后进国家，在全方向的追赶世界的潮流，出于一些不太好宣扬的一些原因吧，克隆外界的先进技术不仅不承认对方的专利发明，不尊重不保护知识产权，而且刻意的去宣扬这种行为是为国效力。这个时间其实并不长远，一直到清末，中国不太尊重西方国家所带来的先进的事物，最后八国联军打进来了，这个老大帝国才逐渐的开始正视西方的发明。有一些寻章摘句的俘虏，他们不停地在书斋里面去钻研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现过的一些东西与西方之间是不是有着一些关联，有一些呢找到了依据，或者说他们认为找到了一些依据，他们在精神上
试图寻求一个精神上的胜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只能仅此而已。中国没有真正能沉下心来研究古代科技史的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一些介绍、一些推广，都是西方人到中国来做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我们正在日常使用的，都是山寨别人的。别说我们不保护外国的知识产权，我们连本国的知识产权也保护不了。中国这个社会呢，它历来是把商人、把商业流通当作一种提不上筷子的贱籍来看待。无论你发明了什么样的新的科技、新的实用的新型的产品，在中国你都不会获得个人声望上的成功。全社会蔓延的这种风格，因为真正能够在这个国家获得成功的，都是跟政治有关。除此以外，你在商业上，你有再重大的发明，也都会被权力所吞噬。别说挣钱，你到最后想保有自己的企业，都会是一种奢望。整个社会没有承认契约化。作为目前的执政团队，他们更是如此。他们连自己签署过的国际文件都能轻率地否决。那么本国的一些发明，你想让它保护，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获得全社会的认可，获得全民的盲从，他们就必将把一切人们视同为美好的东西都拿过来作为自己的发明。只要他们想，就会有无数的人去为他们找借口。整个社会中现在流通的东西，不侵犯西方知识产权的几乎没有。我小的时候呢，经常去图书馆，那个时候即便外来的参观者，图书馆也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开放的，尤其是对海外来的。为什么不开放呢？因为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有许多翻译出来的西方文献，无论是英国的还是德国的、苏联的、美国的都有。给了版权吗？没有，没听说过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的一些边远的公共场合，都会听到背景音乐。他们有为这些音乐家付过版税吗？很少，就像给小费一样，大多数国人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他们甚至在内心里觉得我们是在帮你做推广，
你还能跟我们要钱吗？中国从表面上看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最起码在县城以上，它普遍宣传的是中国正在走向富强。中国甚至在一些电子支付的领域被宣称为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创新吗？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所谓的先进的支付方式，先进的交流方式，都是在克隆着国外的产品。作为山寨，作为后进国家，山寨先进国家的经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工业化，它是由英国率先实行的，德国、美国都在山寨英国。那么日本呢？它工业化相对晚一点，它就在山寨全世界，去学习西方、中国，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学习他们的制度，山寨他们的产品。这条路其实并不是独特的，很多后进国家都走。但是人家呢，走的过程中间，人家最起码是秉承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在感恩，在付出。中国不一样，中国大多数情况下一边在克隆着别人的产品，一边认为自己有新的发明创造。我们经常听到的笑话就是说，从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到现在，西方的物理学不过也就300年的历史。有一些智商爆表，号称智商250的，觉得他用3年的时间就能走过西方300年以来发明的现代科学之路。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人，这种浮躁，这种对先驱的不敬，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未来我们将看到的更多。因为知识这个东西，你要传承的过程中，你是要秉承着一颗对先辈的崇敬的这种心情。你只有在全民树立了一致的这个心态以后，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先进者才会逐步的交付给你一些他们切身的经验。光是靠买两本书，投一些图纸，是建设不了一个新中国的。急功近利的人，浮躁的这个社会环境，都注定了中国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新的发明创造。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半瓶的水在晃荡，甚至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消息，他由衷的感谢德国人发明了合成氨，所以现在全世界才能吃得饱，
现代化肥的基础是德国发明氮肥、氨肥。听起来好像很有趣，其实你不用感激他。德皇最感谢发明合成氨。智利和美国的一些投资商，英国的一些投机商，他们在一战前大量的囤积了硝石。很遗憾，一战之前德国科学家就已经发明了人工合成。这项发明它的本意是为了战争，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它集中爆发的都是在战争期间。人类为了生存，国家在遇到存亡绝续的这种关口，发明创造才会突然性的爆发。正常的基础科研需要很长的时间，基础科学呢，它有可能会耗尽一个科学家的一生，而不会获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科技的进展是要人能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做一件事儿，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瓜不一定能得，但是你不种，他肯定就得不到。全社会总是要有2%或者几%的人去远离俗世的喧嚣，去静下心来研究一些基础科学的东西。一个发明，一个创造，它到工业化，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它都是有一个过程。中国现在具不具备大量的能够静下心来搞科研的科研人员，也不具备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在通行的法则中利用权力，在权势的威压之下攫取每一个行业的垄断性的利润，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不要指望中国能够逐渐的尊重知识产权，保护专利，鼓励民众去投身到科学发明。因为现在傻子不多，大家都知道你花了一生的精力你去发明的这些东西，即便获得了成功，在商业上一旦有效益，就会被权贵所掠夺。那么你还有兴趣为此付出你的所有吗？不改变全民对知识尊重，对知识的这种发自心底的这种敬畏，在中国奢谈尊重专利、尊重知识产权的这一天，它就不会到来。